一些隐私问题，我说真话说假话。这个他问你什么，你高大上。回头。我看你们俩回答的就一样，好吧？这个，你们是哪天认识的？认识多久？谁先追的？我也是近期。4月1号认识。朱云杰。我的妈呀！认识多久？你信就信，不信拉倒。到现在认识多久？到现在，嗯，是绝对是。哎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我应该是，所以你看着有点累。30多。回首当年，现在我都快50了。这真的？真的假的？我找找看一下啊。然后你们俩谁先追的谁？肯定我先追的他。啊，结婚纪念日是哪天？12月2号。12月2号啊，4月1号认识。你送过他最好的礼物是什么？白菜。你觉得最喜欢？送过他最好的礼物，没送过礼物。这么长时间，结婚那么久没送过礼物啊？就很表达心意的那种啊？不是，没结婚的时候，我觉得没必要送礼物。他就喜欢我，不送他礼物，我觉得怎么着了？漂亮。然后结了婚以后，钱都是他拿的，我送他。不用送，对啊。啊，那婚后谁说了算？他说算。啊，吵过架没？吵过。谁先道歉？他。他十串三，你说是他是吧？我以后可要问他。你问他。啊，家里他管钱是吧？这刚才已经说过了，谁干活，谁平常做饭。我。你都是你。啊，那你最喜欢他的那点是什么？不做饭。最喜欢老婆不做饭，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所有的男生朋友们一定要学习一下这一点。这事儿特别简单，对不对？那你最不喜欢他哪一点？那事儿表。女的一般都，那你们有没有用的？没有，就来一串吗？我真没有，真没有。你看看，刚才要来的时候那上衣没兜吧？嗯，这个兜你来掏一掏，你看里头什么呢？你对钱的概念是什么？因为钱都在他那儿放着。我对钱没概念。没有概念啊，反正没有了就管他要呗。花就完吧。OK， 我觉得你的回答让我很满意。我一会儿问问他，我再对照一下你们俩，看看你们俩这个答案有没有错。都一样。是哪天认识的？这电视台说开节目，说让我们俩竞争那什么，我们真不记得了。他是有多不重要？你记不住这件事？他比我这好点。认识多久了？我不着。多年了，好多年是多少年？我不说。你确定你是他的亲媳妇吗？确定确定，但是还是记不住。那谁先追的？不行，这不着。我，他追我还是我追他？哎，追我。这个事儿你这个可以有，这个你可以记住。你们俩谁先追的谁？他追的我吗？啊，他追的你。结婚纪念日是哪天？12月2号。哎，这个答对了。你收到过最好的礼物？最感动的，给我做的饭，没问题。哦，失恋了以后给我做饭。但其实，在家里经常是谁在做饭？找不到。那跟别人那有什么区别啊？不一样啊，怎么不一样？生命做的饭是爱心餐啊。那你们俩结婚以后谁出饭？这其实能看出来吗？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认识开始。对，谁说的算？他说算。他怎么这么回答的？因为他让着你，不是他让着我，老板是小事儿，垃圾垃圾的那些破事儿。老板，那个上不了大堂那些破事儿，让我做点主。要是你愿意吗？但是我跟你说，小事儿你家里从来没有大事儿啊，都是你在说的算呢。就是家里花点钱要花小钱的，管了。你比如说，家里要是买房子什么的，买哪儿，那不还是他说算吗？那你们俩吵吵一下。开电视节目能卖不行。谁先道歉？我。家里谁管钱？我。你管大钱呢？大钱也你管。来，我们继续。你最喜欢选择哪一点？最喜欢他工作的样子。工作的样子啊？那他的缺点是什么呢？抽烟。抽烟？哎，对，抽烟有害身体健康啊，一定得注意。哎，继续啊，那个。你有没有私房？私房钱，都是我的钱，还用私房吗？好吧，卖羊肉串啦！来吆喝吆喝。